会这样？老马，你有头绪吗？猴子有点天赋吗？我有点啊。我 all in 英雄，英雄快被我点满了。英雄还能点什么？打飞船加一。这边还有什么可以点吗？超级射程增加，军事。哎呦，空军升级，这就是我所需要的空军。来，我们走空军了、啊。陶瓷气球减速，解锁锁定的飞镖枪手，紧急解锁。好，来，空军开起来，一次过。哎，有钱可以拿。哦，好多猴币啊！好、哦，好多猴币啊！快可以买英雄嘞，好爽啊！有 skin 哎，这是什么游戏？猴子杀手，猴子 TD。好，半岛已经过了嘛，我们再来来到这个专家地图水淹山谷。这个地图确实有点想法。起手英雄。还可以吧。为什么他有时候打得到，有时候打不到？哎，这把不算吧，这把不算了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他有时候打得到、啊？换个位置吧 ，switch 一下吧。不算不算，刚刚那把肯定是不算的。好了，就这了啦。这里应该是最完美的位置了。空军啊，我这个人就是走空军的，坚持空军。空军一定行。啊喂，这前期卖点血正常。啊，开场塞个阿后裔。那也是正常。另外一种阿猴也要来了。哎 ，nice， 啊 ，nice， 加长射程。七五海晚一点了，等我有钱的时候再来七五海。直冲商船，拼经济，经济好，国防自然好。哎，他也可以加减输出一下，他有100多的输出。可以打到上面，没有几个塔可以打到上面的，狙击手盾还是得用的。嗯，快有了，快有了，再一台潜艇吧，先打稳，稳战力，保血量。
侦察隐形的，对啊，这个会侦察隐形的、啊。商船本来就自带侦察隐形。来了，商船。好，开始一波一波的处理。Surprise！ 狙击手来两只。狙击手来一点就好了。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啊？怎么可能会过的 ？Awesome. Awesome. 全金属外壳。全金属外壳，哎，然后喷出来之后，那个加速也太快了吧！感觉真的要靠飞机耶！来，飞机准备来了，他们的速度太快啦，锁定到位。All in 灰机，四标。Nice. 可以，狙击手很给力。Yes. 寻踪。Nice. OK， 第二台灰机。飞船哦，飞船都是四十波，有第一台飞船吧？很凶很凶很凶！第二台飞机飞啊！哦，很凶呢，快来推飞船！看怎么血越来越少。台飞机要 hold 不住了，杀引擎都不够哎，啊，夜视镜带起来啊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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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推飞船 ，awesome， 自动寻踪，开推 ，handle it， oh my god， 啊，哎呀，啊这，哎呀，可恶啊，可惜啊，我觉得第二台不要飞船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完全明白了。第二只灰机换一下。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海军有没有会缓的东西啊？我看一下这个潜艇有没有会缓的，潜入以支援，造成建设伤害。嗯，海军好像没有会缓的，凤梨是不是会缓呢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这次一定行。凤梨是会缓的吧？像冰冻喉放不下，但要开绝招应该还是可以。Sweet， 机
机枪，机枪好像也打不上去耶。这关真的好短。拿超人出来扁了，这关有点太短。要弄一些可以快速输出的。这个按钮按下去到底有什么？有什么功用？没什么感觉。灰机开出来！凤梨会缓吗？爆炸凤梨，丢一排炸弹。反飞船飞弹，寸草不生欸，丢凤梨吧，爆炸凤梨，烂到流汤欸，欸，这个凤梨烂到流汤欸，哈哈，是嘞，这个凤梨这样子是要怎么玩？我觉得原本那一种会丢很多次的那个还行，自动瞄准还可以啊，改飞行轨迹，改八字形好了，八字形可能好一点。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飞镖猴能打到上面吗？不行。超人吧，来让超人登场。2700存个超人，超人会缓。有啦，有时候还是会炸到的。直接 rush 飞机不太好，还是商船稳一点。啊，有商船，我这边经济都起飞了。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超人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打到的。好，超人好像要开射程才打得到，能够全图的不多哎。这个还太矮哦，哎呀，要是有商船，集中射击，啊？为什么点了集中射击就没办法打了？什么状况啊？点了集中射击直接 A 不到那个位置，欸。bug 是不是啊？雷射冲击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？ 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我感觉战力有点普通啊。强大飞镖。Oh. 他很不猛欸。好像有打到吧，应该是有打到吧。有了有了，射速更快了。都点出来的话，还是有那么点用吧。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雷射枪为什么打不破氢气球啊？普普通通哎，我怎么感觉不如飞机啊？血一直掉哎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血一直掉。
好，可以。好像有用一点了吗？这个打伪装是打不到的，他刚刚好像打不了吧？一秒后再次冲击，4000多块，好贵哦。Oh, not getting through. 好，回击。打不到伪装气球啊，没有人可以打、啊。猴子潜艇，把一个猴子潜艇开这个资源好了，540块，准备变成猴子潜艇。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我知道了，狙击手战术还是稳一些。开场英雄应该是最实在的。我觉得机枪好像没有那么好用，飞机的话，飞机的话那个865的没看出什么价值。开40回吗？不是，40回有什么困难的？我阿嬷来都行。能看隐形的就只有阿侯乙了。好了，这样走海军了，这样走海军了。狙击手只放一只吧。海军比飞机便宜很多、啊，前期用海军盯一下吧。葡萄船，来个燃烧葡萄清兵流，来蓝蓝帮信我，我这把燃烧葡萄，燃烧葡萄加75海，然后狙击手歼灭飞船，来看好葡萄攻击。上下各一台，狙击手再拿出来，滚！左右都来、啊。不过这样他们又不能看影。哭啊！到底要让谁来看影？我隐形怪其实不多了，我觉得还是放两只可以看隐形的狙击手稍微清一下吧。然后一只杀飞船，反正英雄也有能力可以清。对啊，然后等等再放两台商船起飞，更快的射击，快速射击，该准备来火热一下了，点破千气球。点破千气球，
强力的大炮哦。不然直接让他来杀飞船好了，一台来杀飞船，猴子海盗，大炮开起来啊！砰砰砰砰砰砰！不然我转飞机好像钱不够了。可以，隐形杀手。真的杀得不快耶，两边各放一台潜艇好了。他只有潜下去才能看隐形哦，他这么可播。放一台吧，怎么有点塞不下？好，可以看隐形，很好。我来确定哪几关会有隐形。该准备升一个打飞船的了。Surprise！ 钱快，存不存得到啊？不行的话，就让后面的狙击手来打飞船。来推飞船了。猴子海盗。怎么点下去还不能用？哭啊！点下去是冷却的。贼倒了。哦，就应该点狙击手的打飞船。狙击手打飞船还会晕的。这没有办法，先吃饭。哎呀，吃饭！大家都看出来我尽力了，是不是？给阿 Z 一点掌声吧，打成这样不错了。好累哦，先吃饭。去看白痴好了，白痴过到哪了？